你好，今天何长理助诊医官。一身长正，怎么讲？感恩太极拳的先祖发明太极拳，感恩我们的师傅，我们的教练，我们的老师指导我们学习太极拳，感恩我们的兄弟。一起共享爱情。李病。现在开始讲太极拳的基本功，中宫之一的无极桩。预备，身体放。放松下沉，放松下沉，膝盖往前弯曲，不超过脚尖，身体站立，脚尖点地，平开与肩宽，把重心放在两脚中间，一身中正，双手贴着大腿的前。外侧，前外侧，身体下沉，全身放松，器官的要打开，眼观鼻，鼻观音，舌顶上颚，一身中正。在3分钟到5分钟左右，这个是太极拳入门的一个很重要的师资。在入门的过程中，首先要学会两脚踏实地，身体平稳，立身中正，全身放松下沉。这个主要是学一个沉静，气若丹田。全身放松，不能有一个地方舌顶上的有津液口水慢慢的往咽喉里吞咽，它能克服我们的咽喉的一些干燥口干。
第二个浑圆装也是开步，两个脚与肩同宽，两个手垂下来，脚步就在两个脚下，膝关节打开，身体下沉，双手画圈，就这样子站，站它三到五分钟。哎，身体放松，立身中正，松肩承轴，舒指，舌顶上额，下巴略微微内含，我们的脸的在那个要像拍标准照那样子，我们的头像一定要正。第二个，身体略略下沉，一定要下沉，气关节不超过脚尖，脚掌平行的踩在地上，啊，五指抓地，五指要抓地。这个手啦，我刚才这个是正面，我们从侧面来看，一定要伸指中正，不能前扑，这样子是错的，不能把胯关节挺住也是错的，要很站直了以后很轻松的往下沉，气关节不超过脚尖，立身中正，这个手两个手抱球的时候就犹如抱一个圆圆的脸盆一样，圆圆的脸平平衡，高不要低于心口胸部，啊，也不能高于肩膀，在两个手平平的抱，平抱，手指头跟手指头对应，稍微不要太宽，稍微一厘米不要碰到就可以，这手指头很自然，这样子的话哈，这手很自然，也可以放松一下，去找这种松沉的感觉，圆圆的抱，就像这样子抱，再把它拉平，啊，一定要抱，蹲下来，掌心有点对着丹田，全身放松，思绪安静，身体下沉，双手抱拳会觉得手上有麻麻触电的感觉，有的人也说是气感，手上麻麻胀胀的，身体往下蹲一点点，一毫米一厘米都可以，甚至啊一寸一英寸也可以，一蹲下去马上身体两个脚就发胀，啊，甚至发热，发热的过程中之前可能会发麻，也可能酸酸的，你们就这样子静静的站住，在家里就练这一个也可以，练好了他整个身体都出汗了，脚会甚至会酸酸的发抖，你都要坚持站，这样子才有效果，前几节课都有讲，我只是教一种方法，这个方法呢，大家呢，在整个训练过程中，只要取出其中的一个狮子来做，一个无极桩，一个混圆桩，或者是平衡移动，或者是人字桩，或者是大字桩，甚至骨字桩，这些做好了以后，我们的脚就好有力气，我们手的平衡度在脑子的控制下，它能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。只要这样静静的站立到三到五分钟，全身发热、发胀、发酸、发热，这个热感会整个身体出汗为主要的标志。你们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啊，听懂了哈。但是你们站一定要有这种感受，一定要有这种感受。假如身体不热，可以往下蹲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往下再蹲一点，啊，甚至两个脚会发抖，但是尽量能把身体放松下来，找那种放松的感觉。
陈阳吴武孙所有太极拳都要经过站桩这个过程。当你这样安静的情况下能把身上的汗逼出来，这说明你啊在耐力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。站立的过程中会觉得两个手行行的，就是有气感一样，或者会麻麻胀胀的，酸酸的，甚至发热，一阵冷一阵热都有可能产生。要身体不发热不出汗，再往下蹲一点点，运动量就大了很多，明白吗？我们以前在师父教我们太极拳的过程中，首先这个要站15分钟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你们年纪大的就不一定要站那么高，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，站一定要站出汗，身上要发热发胀，身上要出汗，但是又觉得很轻松，不是很僵硬，两个手没气感可以动一下，哎，动一下，动完就放松，这样子摆住，身体一定要中正，它会从整个脊梁骨、脖子、额门、额头、我们的脸、我们的肘关节、我们的大臂、小臂、肩膀都会有酸酸胀胀、全身发热的感觉。这就是太极拳入门的第一招。首先太极拳是平衡运动，在平衡的过程中通过高中低三种价码能增加我们的功力和耐力，两个脚支撑身体的本身的重力。越往下蹲越辛苦，身体肌肉也会紧张，但是你们现在在练的过程中不要那么紧张，放松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气沉丹田，沉入涌泉，我们的身体整个周围都被热气所拥抱，全身就慢慢的发出汗，一发出汗我们的气脉就慢慢的就通了，我们的毛细血管就有好多血液在里面流动，通过这个耐力的训练就使我们能达到很重要很重要的。好，放松，气沉丹田。好，放松，再慢慢的站起来，合在我们的胸前，再把气入丹田，再慢慢的把脚并拢，甚至可以拍三下，三下，哎，就放松。在胸部，你看商标啊、扣子啊、胸部啊，这个手在前面的。好，这个做好以后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身上就发热了，甚至出汗了。我在空调的房间里都出汗了啊。好，现在开始，准备讲下一个，就是他的。一定要沉下来就增加运动量，沉下来以后身体要觉得发热发胀，甚至冒汗的感觉出来，手上又是放松的，又不是用劲的，这个手都是很松的，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是很松的，肩膀都是很松的，这个腰部胯部都是很松的，不是僵硬的，就是很柔软，就像我们抱小宝宝那样子的感受，抱小宝宝的感受。
这是很重要的。哎，这种拥抱啊，都是很轻松的拥抱。哎，这样子，然后身子再坐下来要正，身子要正。那么这个气要落丹田，沉入涌泉脚底下，再双手抱起来，好，再循环气入丹田。等我们的心很入静了，我们就可以放松一下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可以啊，在运动量还不很大的时候，就可以首先练一个大字桩。大字桩也就是人字桩和骨之桩的一个初级的一个过程中，首先，开步大一点，比站桩大一点。你看，这个两个手放在这边，像不像人字啊？人民的人，站直了以后，这个脚不能太绷直，要蹲下来一点，看到没有？一点一点。这样子，我们也可以站出刚才那种无极桩跟浑圆桩的效果。身上也会发热发胀，人字桩站好了，身体中正了以后，把双手举平，这个平不能站着手下来，也不能站着，要看起来又是平的，啊，身子要正，站好的时候可以提裆，收腹，立身中正，再这就是大小的大。什么？男的就叫太，女的就叫大。好，从人字桩到大字桩，它的整个过程中，好，就这样子慢慢的放住，不要动，也到3到5分钟，你们找一下你们的感受。现在锻炼的整个过程中，就是要让气血循环，全身发热。啊，甚至冒汗啊，我们的脚也不是很直的，松下来一点，叫松沉。太极拳的松沉劲，不管沉阳无五孙都是一样的，就像我们人都是人，但是由于长相不一样，就形成了各种派别，各个名字不一样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做好了以后，我们自然的把脚合进来，把气关节打开。打开了以后，就像一个古代的骨质，看到没有？古代的骨质也可以站3分钟。你们大家跟着站吧。这样子以静静的这种动作，这种姿势。当站了3分钟以后，甚至有的站不到3分钟，1分钟、2分钟，他整个大腿会发热、会发胀、会发酸，酸酸的不得了。酸了以后，你坚持下去的时候，全身放松的这样子站立，他就会发热，两个手会发麻，脚掌也会发麻，身上很多地方都会发麻，舌底上额。你们就把口水吞到肚子上去，舌顶上额跟打雀巢，它会让我们生津。生津啊，做人要有三津，第一个精神，第二个精液，第三个也是精液。我们修炼先天之元气，让我们男的藏精啊。把这个精致达到极致，甚至会发抖、发酸、发胀、发麻。好，两个脚酸了可以站起来，大小的大手还可能坚持一下的手。当我们站起来是大小的大，也不是绷直的站，也要松下来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它的形状很像大小的大字，啊，假如两个手又很酸了、啊、很胀了、啊、身上又
放松，放松，再把两个手放下来，放松。这个手放下来不是觉得胀胀的感觉，是吧？再把两个手抱到我们的丹田上，伸直这个身体。由于站的时候，我们的脚的受力会比较均衡一点，所以它的负重情况下，膝关节就不容易酸胀麻了。好，站直站完要收工也可以，不收工的话还可以来一个大直转。我们锻炼身体的目的，就让我们气血通畅，精神焕发。站好了以后，觉得想增加功力，就把我们的两个脚往下坐，我们的臀部身体往下坐。啊，手不要太高也不对，太低也不对，一定要放平直，松肩沉肘，舒直。感觉到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热、发胀、出这汗？边那个谁呀、啊？艾娃老师啊，艾娃老师，那个 CJW 还有 Wendy，还有日月生辉，张真，你们都可以打开声音啊。我这边中明大使要问你们什么情况，你们也可以回复一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可以给中明大使交流，就是把麦你们都可以打开麦。边交流边锻炼。这样子啦，我在教学了，我一直感觉到你没有找到感觉，那么我就要一直教下去，知道吧？你找到感觉，把这种感觉找好了以后自己修炼的过程中就有效果，不仅要听得懂，要学得会，好，练得还很开心，最终是一个有效果，脚上更有力啊。我们的眼睛慢慢都会好起来，就是看手机以后也会觉得明亮一点，手上也有力气一点。但是这种力气是在很自然的训练的过程中得到的。第一个是坚持，第二个是方法正确，第三个是理解贯通而运用。感受怎么样？再蹲下去，没有感受就蹲下去。哦，好，胳打膊六。酸，腿酸，浑身出水酸汗。哈，酸能坚持下去最好，坚持实在蹲不住了，好，再慢慢的站起来，好，这样子就不酸了，手臂是酸。吧？哎，手臂开始酸了是吧？好，就把两个手放下来，这样子不酸。这样，这样子很舒服，这样子很舒服。哎，以后站起来就很舒服了。站起来这样子，就走路走几下，哎，这样子就觉得身上好像好轻松，又有热感，是不是？对的，对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大家都要有这种感觉，就非常好。我们又重新来做一下哈，我们全部做五个动作一起做。啊，礼节的东西就不算动作了嘛，哈，都知道。学拳先以礼为主，敬礼，尊重大家，啊，热爱，啊，喜欢，开心，热爱、放喜欢、松。开心。哎，对，太棒了。再站得稳，你看我这个脚拿起来站得稳，再拿起来，再把重心落过去。两个脚平的放松，身体下沉，这个就叫无脊桩。在家里可以站3分钟，单独站这一个也可以。对于一些年纪大的，甚至在学肢体语言方面的动作做得不是很好的，这一个一定要做好来，叫入门桩，叫无脊桩，在还没练功初始的第一个开始。最基础、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站立。当这个练好了以后，我们要增加它的功力。所谓的功力是增加两个脚、两个小腿、两个大腿
和膝关节、胯关节支撑上身的重量的一个姿势。好，双手抱球，从大把外面大自然好的东西，我们都纳入我们的怀抱。哎，开心，快乐，再慢慢的身体往下松沉，感觉得到我吗？哈，边上有东西看，就能知道我在沉下来了。好，这个叫混元桩，也可以站三分钟到五分钟，你们要十五分钟可能是比较难。站了以后，身上更比刚才的热度更大，要增加功力就往下蹲，会出汗哈，很好，肯定出汗的哈，要这样子站，方法正确了，它自然就出汗，啊，太棒了，哎，能出汗，能出汗，要是能出汗出很多就更好，身体还能坚持下去。再慢慢的往下蹲，增加功力，还可以慢慢的往下蹲。你看，要能做到这样的叫活桩，这个桩法是可以升降的，哇，可以升，但是能不能歪斜哈？在哪个地方停下来，我就在哪个地方停下来，啊。就是这个，就是武术，把敌人的手碰开了以后，可以瞬间蹲下来攻击对方，攻击对方在任何一个高度。好，这是防护，好，这是武术的一个最简要的东西。人家只会左躲右闪，但是不会下蹲，很可怕。这叫中国蹲。我在微信上看到有好多哈、啊、国外的朋友到中国来，他上厕所是比较辛苦，以后你们回国就很好蹲了，就方便了。中国都是蹲便器多一点，坐便器是在家里才。有没有发热？武汉。对，太棒了，尽量蹲下去一点点更出汗。在蹲的时候我们是正的，看到没有，我们是正正的蹲下去，看到吗？不是这样子蹲下去，这样子就错了。我们是正的，我的背后不是有那个窗帘吗？窗帘有竖起来的一横一横作为参照物，我们这样蹲下去，人身体上身是正的，是通过膝关节、胯关节、踝关节三个关节慢慢的帮我们控制我们这种平衡了。好，你们蹲一下马上就觉得这个手的热度啊，身上出汗了、啊、更好。甚至我们原来站过一个多小时，我的好多广东的学生以及厦门的学生，他们开始身体都不好，通过这个站桩，通过每天站一个小时的桩，身体非常好，他比跑步要好得多。好，这个做完了以后，我们刚才说连续做，就把两个手放松下来，两个脚打开，是不是大小的大？是啊，大字桩，这个大字桩又能放松身，又能检测我们身体的平衡。啊，当我们身体中正的时候，甚至有时候可以往左边转一下，转45度到50度左右，脚不动，再把身体转45度到90度。我们站平站的时候就算，啊。180度，转过来的时候往上转45度，往左右都可以转45度。因为太极拳在运行的过程中，它以后有些动作要这样发劲，要这样子发劲，哎，对，就转45度就够了。啊，知道，
好，这是一个简单的啊人做。当做完了以后，我们的发热发胀会好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双手放平，是不是大小的大啊？啊，这个不要拿太高，太高这腋窝上的气会跑了。也不要拿太低，像八段锦这样子太低，它是有做动作。我们做这个装法一定要平衡，肩关节不耸起来，头关节不抬起来，不好看。你看，像什么？这个手呢也放平来，不管掌心朝上还是掌心朝下，啊，两个朝上朝下，整个手臂看起来是比较直的。肩膀松一点点，肘关节掉下来一点没关系，只要手伸长一点。好，这是大小的大指。当我们站好这个大指桩都站得不错的时候，就能下沉，平衡的下沉，把气关节往两边开。我们的气关节跟脚尖要形成一个古代的骨质的一个方形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样子很像不像古代的骨子啊？像。哎，对，你们练了以后，这时候就马上就有感觉啦，又要出汗了，是吧？出汗。这就是功力，汗出的越多，你功力越好。有时候身体可以动一动，把那个僵劲。放松，把手指头关节都放松，头也可以左右摇一下，上下动一下，腰部也可以动一下，气关节也可以单独动一下。啊，酸不酸？酸。哎，酸的时候可以站起来，哎，就放松了，是不是啊？手酸不酸？酸。哎，酸了哈，我们就能坚持坚持一下，酸。你就可以坚持的时候可以数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看你酸的情况下能坚持多少个数字。下一次练功的时候，只要比这个数字多加一个或两个就够了。哎，一年365天，要能加到365个，你不得了了。啊，那效果非常好。手酸了是不是？做得了没有？做得了没有？做得了就不。哎，对，坚持一下。啊，坚持不了的就说一声。我叫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才有感觉，知道吧？坚持不了了。坚持不了了哈，你看哈，把手放松，两个手轻轻的达到我们的肚子前面。啊，两个手臂是自然的，这样子舒服吗？哎，看着舒服。哎，很舒服。通过紧张，通过放松，通过运劲，通过全身把如负重似，身体就很轻松，也可以走路走一下，很爽。哎，啊，有时候开心的时候拍个巴掌。哎，哎。很舒服，我有试一下，有感受吧？有感受，全身冒汗。哎，太棒了哈！谢谢你们支持，能一起来练哈。谢谢老师。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修炼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也是你们的这个会长啊，对我的看重。我把我所修炼的东西一步一步的向你们练，我们在这边练的任何一个东西，任何一 个谢谢宗明大师出汗了，哎，出汗了，好好好，啊，好好好好，这是属于静态的功，静态的功在每个动作在转换的过程中都会动一下身子，这个在转换不能说动，但是在运行的过程中，你看哈，我们就先不要敬礼了哈，就松下来，这叫在运动。以后站平来的时候就静止了，是吧？
我们在这时候就是修炼，这叫进攻。当一个动作转换到另外一个这个过程中叫动功，这个叫动功。我们当动功到位的时候就静止，太极拳有动有静，是不是啊？在身体慢慢的往下沉，每沉到一个位置的时候，它的高度不一样，它运动量不一样，知道吧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只要坚持在每个高度都能站它一段时间，以后我们打拳的时候脚就好有劲。这样子练的过程中，膝关节不会损伤。好，当累了，把两个手放下来啊，又等于休息，又是练功。通过这个站立就能知道，这边还有一个要求哈，男的是左手贴着丹田，女的是右手贴着丹田，小肚子，知道吧？肚脐下5到6公分左右，看人高低哈，就是我们的拇指在我们的肚脐眼的位高度，啊，我们的掌心刚刚好对着肚脐眼下面那个位置就可以了，双手就合掌，轻轻的放住，这也是休息的一种方法。在休息的过程中，不是在锻炼的时机，不能丢失锻炼的时机。通过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眼睛可以淡淡的闭下来，眼观底，底观心，气入丹田，沉入涌泉。好，站好了以后，我们的耳朵要静静的听四边的东西，在听的过程中也不是特别要听东西，顺其自然。好，我们的眼睛可以微闭，我们的口唇可以淡淡的微闭，放一个牙签的那个啊，就比较好一点，牙齿不能咬紧，放松。好，站了的时候人之装也会脚也会酸的，是不是啊？酸的过程中我们又把它做成一个大字，做成大字了以后就往下蹲，又是一个骨字啊，把两个手抱球，又是一个滚圆桩，是吧？收工的时候把两个手放边上，也是一个无极桩。最后练完就收工，并拢合掌，敬礼。怎么样？感受？很好。谢谢钟明大师，非常好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北京那个八段锦的才是大师哈、啊。他是9段，我是7段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这个做完了以后，大家一定把这几个点搞清楚来。每天的要求是通过站中间这5个狮子的任何一个狮子，站出汗来，全身发热发胀，立身中正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一定要。好，有的人运动量比较大的，甚至还想增加一些功力。好，我们现在做平衡桩，也就是懒扎衣单边这个很简单的两个动作的一个固定训练的方法。它是懒扎衣和单边，以前的现在叫单边，你们可能至上书上也有讲。哦，你们要是要书，要陈振雷大师的书，看一下你们那边有的卖没有，要没得卖，到时候我们帮你寄一些过去啊。哎，他的现在我们做滚圆桩哈，以后要拿一个专门的手机来做了。原来有几个，好，开步，跟大字桩是一样的。这时候通过练这个骨质桩就往下蹲，但是练这个步伐要比骨质桩脚步还要拉大一点，伸直下沉。好，重
心肿离，看到吗？左脚伸直，右脚，然后再放松下来，再走，脚伸直，好，伸直站，站完要酸酸的，好，右往下坐，看到没有？身体往下沉，再往右。先把脚要绷住啊，再往下坐，再往左移，你们的右边啊，你可以跟我对称的坐。再松成左边移，放松啊，再沉下，在右边。感受如何？这个难度要比原来大得多了。再走，这个也可以在家里单独训练。走，停下来，再走。好，现在开始做冷扎衣，只把手竖起来，看到没有？或者是抱平这个手叉腰，弓步前进就是冷扎衣，看到吧？双手，出手，再移过来，竖脚，右手，看到吗？再踩。好。两叉一收成旋转，这个胯这边往外翻，看这个姿势像在进行驾驶，勾手出手，收成外翻，两个手平衡。高度不能站着，也不能站着，要平衡。这些狮子做好以后，收成外翻，收肩成轴，收胯圆康，伸。那么，这就是老差异。你会觉得这个很稳，脚也会发热发胀，再勾手出外翻，竖掌下沉，膝关节略弯曲撑起来，也要觉得身体是稳健的，很稳，好像站在那边人家推不动的感觉，有感受吗？好难练的，走，要松肩成轴，轴关节要内扣，这个轴关节不是站着，凸肚入胸，腹肩肩。要这样错，这样子错，要这样子就是对的。这个肘关节内扣，这个懒扎衣也是这个手不能懒到后面，也不要懒平，要往前一点点。我们的肘关节跟肚子是平的，啊，这样子，啊，这个要求很多的。先撑着坐下去，重心右移，坐好，眼睛看拇指，看这个手指头，有啥感觉啊？这叫架势中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，
它是非常优美的架势，是武术动作的一个具体的形状。勾手换单边，两个手是平的，看到没有？不能拿高，也不要拿。感谢钟明大师。分，是你的肩膀、腰部、胯部产生一个协调的这种动作，偏向。这个手是勾手，那双手要闭拢，拇指张开，两手有合劲，又有沉劲，又有撑劲，又有往外的膨劲，往里的合劲。形成八面支撑，有感受没有？喂，各位有什么感觉？累了、酸了，马上就换一个动作，交叉式，身体转过来。在中间的时候再放开，一个往外拨，一个往下按，两个人手放在肚子上，这是也是方法，这里是来差异的形状。往下沉，感觉是不是漂亮了，是吧？大家有什么感受？肉转酸，勾手，出手，平平胸整，中间层中做跨做完，这个姿势一定要做好。累不累？好，慢慢的合掌，收工，那又可以放松一下。也可以深深的呼一口气，上场。怎么样，感受？脚和手很酸，现在是满头大汗。满头大汗了，太好了，太棒了。是啊，一定要练出汗。谢谢钟明老师啊。哎。哦。哎，好累的，要是按这个方法去做，这个汗都是好累的。啊，是的。这后背都往下跨，好多人都没有打开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做云手。这些动作我在指导的这些动作，你们一定要用心去把掌握好。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掌握好以后，你们每天都要坚持去训练，这个对以后套路的学习有非常非常的好的帮助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云手。这两脚分开，像人是一样。
顺了，身体向前，肩左右移动一下，弓箭步，这个慢，再慢慢的移过来，一定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，然后慢慢的移过去。哎，这个步伐是一定要经常练的。古代有一句话说，教拳不教步，教步打师傅。现在主要都是锻炼身体，是吧？站着站好，假如这个动作能做好了，好，身体放松，双手抱拳，合掌，快快的合掌，往前伸出去。然后手伸一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哪个手掌不管往哪边走，先哪个手抬起来，哪个手往外旋走，后脚蹬，前脚弓，一个手在丹田，一个手在我们的肩膀的前面，脚的上面，踢大腿的上面。好，走，一，放松，转身，再放松，转身，好，二，这个手可以控制着，控制，控制，不能过这边，这样子错了，再动手，身体转过来，然后手上下换，上下换，你看。向下换，要换换到位，换到位。好，这样子这个手就把手旋转过来，转整个身体转正了，看到没有？再把身体转过去，看到没有？后脚蹬，前脚弓。再以后呢，又换手，把身体转到中间，两个手在刚才体现的在鼻子的前面。鼻子的前面，好，这个手在丹田上，身体被下沉，再把重心往左边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子很有架势。好，站好了以后，再把胯收下来，这个胯，看到没？看，把收下来，出手，好，再转身。好，再手旋转外旋，朝外，脚伸直。年纪大的步伐可以小一点，但身体必须端正。换手，转身，再转身，换手，转身，再转身。放手，好，再转身，对，再转身，手没有动，是身体动，看到没有？手做成这种架势，这个手在下，这个手在上，立好，把身子转过去，前脚弓步，后脚伸直。这个手跟脚就产生，啊，是不是？变，这个换下来，一个往下按，一个往上拖，走，在中间是不是？走，嗯，再换手，走，走，放松。转，再转，好，通过这个连贯的做，你看做得来没有？这个就是云手手要往前伸，走，是身体在转，手是跟着配合，好，从侧面来看啊，走，走在中间，看到没有？走。手要伸长，手要伸长，
两个手这样子画圈，你看，好，这边走，你要能练到左边走、右边走就更厉害了。对，错了，不是这样子，他一个手在上，一个，那你看一下两个手配的不对，这样子，都是从肚子往我们的鼻子。在这个手拨出去，这个手在肚子上，这个手在鼻子上，这个手就在胯的鼻子上，走走，这个叫双手禅师，胜利禅队，在以前叫差鼻涕，在以前叫差鼻涕，哎，差鼻涕，嗯，在城郊都有个俗语。他说这里很多人云手云不来，就擦一下鼻涕，擦一下鼻涕，擦鼻涕，看他像不像？嗯，对对，这个手要在肚子上，要在肚子上，擦鼻涕的过程中，你看，那这样子，这样子擦鼻涕好。这个手要在肚子上走，都要摸着肚子，手伸长出去走，看这个架势就很威武，唰出手，唰手出手，唰走，这个你看手都是放出去，慢一点，身体不能摇啊，身体要稳，身体只是左右转，左右转，好，好，一个手来画圈，你看，一个手画圈，碰一下这个手，再拿起来。再往外面放，再按下来，再合丹田在中间，手出去，往外。这个云手是最难做的。古代有一句话，一招云手走天下，就光光这一招云手，这就等于像天下啊。不要说去那个，就是走天下的时候，很少碰到对手。手在这里要翻，要翻，再往外拨。你看，这手是这样子的，再往下，再合丹田，这手伸出去在面前，啊，看到旋转，旋转，掌心朝外，走，换一个手，走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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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松，收拾，感受怎么样？啊？感受怎么样？没有动静啊，现在大家可以交流一下了吗？啊？我放松一下，
在家里有没有？